来看看傅伟家用记瓷铁框如何使用。首先，安装合适大小磁铁花架，固定螺母拧紧。 把包包固定到磁铁花架上，放上去就能吸住了。好了，开始刺绣吧。 富伟家用机最高转速可达1200转每分钟，配备大毫10寸高清触摸屏，拥有自动换色、自动剪线、断线检测等功能。刺绣完成了，让我们来看看成品吧。 拥有富伟绣机，打造属于你自己独特的包包吧。